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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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めっちゃ美味しい。今天的一晚春秋与他的暗黑小伙伴，那大家好，我是一晚春秋。那今天又来到我们每个月一次最让人兴奋的女优摄影会，而我们的来宾是谁呢？是新时代的歌姬魏布奈奈。大家好，我是魏布奈奈。哇，好可爱，好可爱哈。这个我对于头只有我二分之一大的这种女生都非常的愤恨不平了，但是她实在太可爱，所以我这次不恨她哈。好，那为什么称呼她是新时代歌姬呢？因为除了她本身是这个业界非常受到注目的新人之外呢，她对音乐的喜好也是众人就是非常注目的焦点哈。那除了与影迷的见面会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她背着吉他自弹自唱的那种独唱会，所以其实蛮不错的。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请她来台湾举办她的演唱会。L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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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其实小时候啊，不喜欢吃饭，都是吃零食长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让魏布奈奈来到台湾，来享受一下台湾这些零食到底有多好吃。他最喜欢哪一个？又会向日本友人推荐是哪些呢？那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小编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吧。嗨。那第一个要请魏布奈奈小姐品尝的是什么呢？是台湾的思乐冰。好的，我们都知道 7-11 哈，在对思乐冰。思乐冰。思乐冰。好的，台湾从这个 7-11 啊，这个超商哈，从去年的下半年又重新让思乐冰复活，是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哈。不过我比较喜欢的是可乐口味，而我们小编今天正好去准备这个思乐冰的时候，可乐的口味正在清洗，所以我们要请魏布奈奈小姐品尝的是哈密瓜口味的思乐冰哈。那我们马上就请她来喝一口，请她直接很直白的讲出她的感觉。嗨，いただき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冷たい，很冰哦，哈。嗯，美味しい，美味しい。哦，他觉得，哦，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蛮怕他们就觉得这种东西感觉口感是很奇怪的啦。不过他看起来好像蛮能接受的。日本のメロンソーダの味よりもめっちゃメロンの味が濃い。なんか果肉果汁メロン風味メロン味が濃いなって思うのと。思うし、夏暑い日に食べたら飲んだら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と思うけど、今は寒いから6点。6分哈，是勉强及格的分数哈，所以你知道下次记得要拿可乐的来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要请魏布小姐品尝的是什么呢？好的，接下来第二个是我们小时候怀念的滋味哈。不过长大以后，它比较像是一个镇山的符咒哈。这个就是乖乖哈，乖乖，乖乖，对对对。我小时候还蛮爱吃，不过比较喜欢吃五香口味了哈。那长大以后哈，因为我个人是在电视台工作，那电视台大家都知道那个机器有些时候跳掉会很危险，所以我们都会在那个旁边放一包这个乖乖，希望它乖乖哈。所以后来其实长大以后哈，比较常看到它是放在机器旁边当符咒了，就是很少在品尝。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要请魏布小姐来品尝一下这个奶油口味的乖乖。哇，乖乖，いただきます。嗯，嗯，嗯嗯嗯，他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所以很明显的，虽然这个上面写的是奶油椰子口味，可是魏布小姐吃不出来。味がなかった。味がなかったけど、なんか懐かしい感じの味がして、日本でありそうでないなと思ったので、なんかお腹空いてる時とかすごい腹持ち良さそうだ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と味がないので
三点，三点，只有三分，得到三分。不过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其实阿鲁伊成人博览会的时候，他们也买了大概28包，那 后面就都写了女优的名字哈，希望他们乖乖啦。后来有没有成功呢？是有成功的啦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第三个是什么呢？是麦香奶茶哈，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学生时代很喜欢的饮料哈，因为1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铝箔包哈。这个味道我不确定日本来的朋友喜不喜欢，那我们就请卫部奈奈小姐马上来品尝一下这个麦香奶茶。ミルクティーめっちゃ好き。いただきます。好的。想像してた味と違いました。飲みやすい。之所以会挑这个是因为它是台湾蛮有特色的一个饮料，除了奶茶以外它还有麦香，那可能就像刚刚我们卫部小姐讲的，跟一般她想象的奶茶味道不太一样。なんかミルクティーだからもうちょっとミルク感が濃い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から、結構なんだろう、すっきりした感じ。ミルクまったりもったりしてない、さらっとした感じのミルクティーだったんで、ちょっと想像と違いました。でも味は結構好きなので、でね7点。有7点呢，不错哦，不错哦。因为其实我其实蛮怕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味道。耶、yeah, ，这个不错，越来越高哈。这个至少刚刚乖乖的三分有一样那个印象有扳回来哈。好的，那就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会是什么东西呢？好，第四个呢是什么呢？是我个人蛮爱吃的波特多的蚵仔煎洋芋片哈。我刚刚有问过哈，卫部小姐之前完全没有吃过蚵仔煎，ない、食べたことない。所以她大概对这个口味是非常陌生的。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请她品尝一下这个洋芋片。こっちから、かけおむねつより先に。いただきます。うん。其实你知道看他们吃饭那个吃东西的表情就觉得很有戏，你知道吗？美味しい。かけオムレツの味は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か味が濃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そのポテチってちょっと 薄味とかになりそうだけど、ちゃんと味がついてて美味しいのでね。でも、6点。6分。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卫部小姐喜欢重口味的哈。嗯，可以阿麦，就是浓郁的口味了哈，然后又要甜一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好的，接下来第五个挑战的项目，不过我觉得是这次项目的大魔王，因为其实蛮多来自外国的朋友不能接受这个饮料，所以当小编推出这个，企划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会出来，是什么呢？黑松沙士哈。废话不多说，马上请我们卫部小姐先来品尝原味的沙士是什么样的口味哈。沙士。嗯。なんか結構ラストボス。結構難関です。歯磨き粉。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OK。有些人说第一口有点难接受，第二口会顺一点。OK。OK。那个外国朋友哈，喝过沙士以后都觉得它是漱口水了。本当に、日本で売ってるモンダミンみたいな口をゆすぐ歯磨きのねやつと同じ味がする。爽快感はあります。口が綺麗になった感じする。天使は。2点，2分，不错不错不错，就是我以为是0分哈。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加盐口味的沙士哈。那其实你知道，就是小时候哈，我们老人家哈常会跟我们说，这个加了盐的沙士是治咳嗽非常非常有用的药水哈。那我们现在就要请他品尝一下加了盐的沙士，他有没有比较能接受一点，分数 会比较高一些呢？可以吗？
変わんない。そう、没有什么感觉。あと多分こっちで慣れてなんか飲みやすく感じる。うん。慣れてきた。こっちの方が飲みやすい。多分。Oh no! こっちの方が飲みやすい。加盐比较好喝。好的，就是加了盐以后，可能对那个外国朋友来讲比较顺口哈。不过这个沙士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对外国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因为它不是那种大家平常会品尝到的味道，然后也真的会让他们觉得都是漱口水哈。那我们辛苦奈奈小姐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挑战。很快进入第七个挑战了哈，这是第七个挑战是什么呢？是小时候，小编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选的都是我小时候哈，整天在上课偷吃的东西哈。这个是统一蜜豆奶，蜜豆奶，可爱。豆豆摸来摸去，豆豆摸来摸去，摸来摸去，蜜豆奶。豆豆摸来摸去，豆豆摸来摸去。年纪不同啦，欸，我50岁，好不好？小编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どうぞ。嗯，めっちゃ美味しい。真的。好的，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哈。其实日本哈，你在日本的超市也看到蛮多豆奶的哈。但是台湾这个豆奶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它还有加了所谓的鸡蛋口味哈。これ日本でも売ってほしいぐらい美味しいです。なんか豆乳が嫌いな人でも飲みやすいと思うから。これめっちゃ好き。これ好き。これは10点。お、満分、おめでとう。好的，接下来来看下一个挑战哈。好的，这个零嘴挑战哈来到了尾声哈，我们接下来要两个东西让他一起品尝，一咸一甜，不知道我们胃部小姐会喜欢哪一个东西哈。首先是这个咸的东西，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老朋友了，叫做可乐果。可乐果，蚕豆酥。蚕豆酥，哎，他发音好棒耶。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意美。意美，小泡芙。小泡芙啊，这个泡芙在日本也算是一个蛮受欢迎的甜点。来，豆豆。じゃあしょっぱい方から。可乐果蚕豆酥哈。嗯，素材の味がする。素材。嗯，美味しい。那接下来泡芙。チョコレートは。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レート好き。パフ。はい。うん。思ったよりサクサク。うん。美味しい。うん。甘い。こっちはなんかあんまり味は。し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ちょっと薄いかもしれない。对。そう。だから、でも五点。OK 五分也不错。美味しい。こっちは食べたい。なんか柔らかいと思ってたからサクサクしてルックからびっくりしたけど、それがすごい美味しいし、チョコも甘いからこれはまた食べたいので7点。哦耶，非常好，我们大家再一次强调甜的东西他比较喜欢了哈，对，送礼的参考就是在这边了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最后第十个，我认为也是大魔王等级的挑战了，是什么呢？好的，最后挑战是什么呢？是最近广告非常有创意的波蜜果菜汁哈。常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就讲说它可以补充一天蔬果的摄取量，但是我通常都会觉得这种有营养的东西都不是好吃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胃部小姐对这个东西能不能接受，又给几分呢？野菜ジュース好き。野菜ジュースは毎朝飲みます。本当？自分が作りますか？作らない。いただきます。
あのフルーティーフルーティーすごい、あ、美味しい。なんかパイナップルの味が強い気がする。これはあのすっきりしてて飲みやすいタイプの野菜ジュースだと思います。红豆，他是不敢喝吗？不是，我觉得他刚讲的东西真的是有点奇怪，你知道？他说他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凤梨口味哈，但是其实我喝这都我都感觉到是胡萝卜口味，到底是我是怎么回事？啊，これ美味しい。日本の野菜ジュースよりフルーツの甘みがめっちゃあるなって思って美味しいので、これは8点。イエーイ。最后的十个都已经挑战完了，最喜欢哪一个，然后又觉得哪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接受，那如果可以推荐的话，还要推荐哪一个给他的日本朋友呢？まず一番好き、一番好きは、果然是满分的蜜豆奶哦。はい、蜜豆奶、これはもう持って帰ります。 OK、 これ美味しかった。一番苦手、一番苦手なのはこれです。对不起，这个漱口水日本到处可以买哈，所以他不带回去了。これはちょっともう飲ま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かな、これ。哦，是斯乐冰耶，其实我蛮意外的，真的真的。暑い日とか暑い時に飲んだら美味しいし、その結構メロンの味が強かったんで、これ友達に飲ませたい。やばー。好的，今天的一键完成秋以下的暗黑小伙伴就到这边结束了哈。那我们非常谢谢魏部小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一键晚春秋。那今天非常感谢来参加节目的来宾魏部奈奈。那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拜拜。